被哎呦有三号，帝国时报三掉，再买个四个好了，保持十个。帮忙整理，闻一下味道，召唤类的金属吗？一闻就知道，不是你的狗狗怎么多厉害？丁丁，这只狗狗会看店，会打扫，会买东西。还可以辨认这个魔法用具，厉害厉害！なんか買ってっか？哎，もっと買ってけっつな。他在呛我们吗？换的不在这兒，还是说这个村有可能没办法换？强化结晶。哎呦呦，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由攻击三加八十，我们直接让那个啦，就是我们的主要战力都直接。穿上攻击三，这样子杀伤力更高，也不错。尤娜就攻击二就好了。小飞，我觉得二加三 OK， 二加三。有刚好回避要冲到三吗？我们稍微看一下啊，9% 其实还好哎，他的回避有没有加的也没有到特别多，速度移动，哦，到三阶的话幽雾只会耗很多，刚刚没特别注意，所以能够做的也不要做太多，行动力三我觉得是可以，也是可以考虑的啊。换一下吧，不然感觉蛮长，速度都慢很多。我看一下哦，24、86、80、24、5个，再五个，再五个一阶。装备数有3，其实把一些脱下来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瞧一下哦，这一定要让我们变厉害。抽完了是不是？等你等我一下，我这快好了。哇，一物资不够了，之后要再慢慢来啦。行动三，哇，有没有这样速度快多啦？攻击二加上攻击三，小飞的杀伤力十足十足。那库尔特呢？你的，哎，你居然没有加移动的哦，这么令我意外。风好像也没什么好放的。这个换一下吧，移动三，让你的速度快更多。对不对？完美。然后小飞也是可以快一点啊，
移动二，加速一下，加速一下。OK， 稳。目前就这样啦，柚子也都不够了，所以剩余的就可以来做强化插槽的部分了。至少都让他们有没有一颗星亮起来，这样能够装的就比较多了。完美，来，恭喜恭喜！小飞黑兔，我一直讲错是不是？啊，没事没事，锵锵！恭喜灰灰，恭喜魔逼咕逼，恭喜 REFY， 恭喜柯南，恭喜阿德，恭喜班尼迪克蛋，恭喜学语，恭喜闪耀呼呼，恭喜以上八位，恭喜！好啦，这样我们的应该就没问题了啦，可以跟莎拉告别了。我们的飞的杀伤力已经得一秒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那这可能再跟他拿下，以防万一。换一下鞋子。换一下衣服，速度又更快啦！波棒波棒，嗯，欸，你看人家武器都有特殊名字，那他们就只是加一加一，听起来就好 low。好啦，至少都换好了。衣服穿换穿一下，互相交换一下嘛，可以啦。尤娜愿意的，来这里看手，打扫也会。肚子饿了，还没吃早餐，好可怜，虐待死魔啊！噔噔，舒服舒服，好，那差不多就可以走啦。帝国时报第三章，我们也看一下。书籍在这里。过了一个礼拜，全体戒严。稍微放宽一下，免得居民太过不安。其实还好啦，对不对？大家一定都很愿意的，毕竟有诅咒在。第一机甲师团在缓冲地带进行演习，军方发言人没有公开声明，是凡代克元帅的指示。必备有皇室的清寒哦，女王跟克罗蒂一起联名祭出，感谢帝国赠予送的蔷薇。哦，因为要在缓冲地带有没有去使用，所以赠送蔷薇作为赔礼，只是个蔷薇。他们也只能接受啊，对不对？你小国，人家大国在你这边耀武扬威，然后还给你礼物，就说：“哎，我要这些耀武扬威。”那你就好好好，这没办法，只能好好增强自己的国力。你过去跟他抗议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那他们就好吧，把军队不要再缓冲地带派去你的国家好了。对啊，就是这样。QQ
圣石蔷薇哦，所以是名酒是不是？所以他送的蔷薇是指这瓶酒吗？有可能。想说送花感觉很 low，送酒，职场的女性，科雷特小姐，可爱宝贝科雷特，广受20岁以下的女性欢迎。OK， 好、哦，你说最中间没聊，好、哦，我刚没注意到，钓鱼的那两个，一杯釣れそうね。你们在干嘛？这是在练习什么？成长魔法，利用魔力让生物成长。好可怕、啊、感情很好，修行修行再修行，没事，别讨厌，想办法超越你的姐姐吧，以后就可以让你玩弄你的姐姐，变得比她更强了，对不对？笑死。今天至少还可以稍稍微微前往拉马尔州一点点。拉马尔方面は、その先を左、北方面だね。テート方面は別のルートを使う。一旦お別れね。まずは行ってみましょう。告别了。No。莎拉教官，再会了。我们会怀念你的，相信我们一定还会再次相逢。莎拉教官，保存一下，跟他说说再会。啊呜啊呜！机甲兵一起传送走。那个都不晓得之前瓦尼瓦的魔力这么的强大，对不对？三鬼三瓦尼瓦从头到尾都在那个火车上各种睡。就是为了刺客把魔力全部给我们，小飞吧，可以换人吗？你可以下去吗？那就出发吧，这样组合其实还蛮新奇的。飞，拜托你支援尤娜他们了。哇！哇！这有时候怎么感觉很像要死了？没有，就只是内心有点小小小的遗憾。嘿，水場に出るのか？在水池的旁边，很漂亮的地方。とっとと進むとしようぜ。还可以钓鱼。私の番だね。小飞可以钓啊。そこ。哎，可以。ヒット。なかなかやるね。这里应该不晓得有没有信，哎呦，小心小心 ，yes， 硬上。ま、こんなもんかな。岩穴鱼，我没看一下，我上次有在，因为每次钓鱼我们都不懂嘛，后来我有去看了，哦，岩穴鱼就是新的鱼，酷。
酷啊。 OK， 那接下来这里就没了。我现在已经因为每次都不晓得那些鱼到底有没有心得，所以现在直接也查了鱼的攻略区。有，这里就这一条，节省掉了。新的怪，都打不了四只。看他们速度很快。有人在吃下午茶，这么好。